让全年龄的民众都乐在学习。新竹县在明星科大打造全县第三所枫湖社区大学，让新丰和湖口地区民众呢能上客家文化、生活艺能等六大学程，多达有60门课程，也有富裕红树林、探索砖瓦窑遗迹等等，来充实地方知识学。浦和国校舞狮队和邦迪表演开场，众人来到明星科大为枫湖社区大学揭牌，结合高教暨职教育在地化生根，打造终身教育平台。我们新竹县第三所社区大学，也就是枫湖社区大学，今天正式开幕，这也是全国第89个社区大学。我想社区大学就是必须跟我们的在地的文化、在地的产业、在地的经济以及永续环境，大家都结合在一起。那60门课程除了客家文化、环境永续、那生活艺能以及美学之外呢，其实呢，我们也结合了非常多的在地的一些关注的议题，包括有所谓的就是砖瓦窑以及所谓的铁道文化史。成为县内第三所社区大学，以新丰湖口为学区，规划六大学程，包含客家文化、环境生态、生活艺能、身心保健、地方创生、数位资讯等，共有60门课程，结合在地议题，像是探索湖口的砖瓦窑遗迹、车站日式宿舍的铁道文化、富裕本基窝溪独角仙、新丰红树林、红螯塘碧蟹栖地等，充实地方知识学。不管是铁道文化，或者是砖瓦窑的遗迹，或者是独角仙的富裕基地，很多等等，都是代表湖口乡的特色以及观光的景点。未来也会透过产学合作，或者是跟我们枫湖社区大学来做个串联，让我们的湖口乡更发光发亮。在新丰乡也可以推广我们红树林哈，红树林生态的，例如招潮蟹，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材哦，所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再一次感谢我们社区大学在明星科技大学来承接这项工作，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那终身学习，那你就可以多多来报名。春季班3月4号起开学，一周7天都有课上，包含古道探索班、瑜伽班等，都相当抢手。要让全年龄民众乐在学习，为枫湖地区注入教育活水，能活到老，学到老。